得分的才喊声哦，没有得分的手不是喊完声又然后继续踢哦，没有人这样子的，喊声就是表示你得分的，你就要停下来了。太近了哦，变成个点了哦，较近了。这样都没有得分了，手要打出去才有得分，手要出去以后才有得分，好。你踢到就回来待命，喊声回来待命，那就有得分。没错，你踢到这有攻击是对，大家喊声啊。哎，对，然后你的中段就不见了，中段要再进去就得分了。太近了，太近了。不要跳，不要跳哦。